你说心里头是高兴着盼着呢。再见后呢，快吃剩饭。爸，我得赶紧走了，我马上要集合了。来，我送送你。你安心工作，单位的事儿重要，没事别回来了。知道了，爸，您回去吧。哎，马上休息吧，衣服都弄丢了。我是平安人寿的李正，我的客户现在特别需要那个诊断报告来申请理赔款，你看能不能再通融通融？我们打算把房子卖了。走，第四排，走了，走了，快一点，我们动作标准一点，第五排，走，第五排，快一点，第四排，走，跟上去。愿你平安长大，成为会发光的人。这是25年前我给女儿买的保险，她得癌症去世了，也不知道还能不能理赔啊。叔，房子不能卖。房子一卖，家就散了。家属呢？我妈怎么样了？你们的理赔款，我争取尽快帮你们拿到。大姐，是我。你是小李？我听老乡说大哥出了车祸，我就赶紧过来看一下。报告出来了，谢谢谢谢。兄弟，确认报告出来了。钱这么快就到账了？你看看。对呀，老公，老公，看看。金姐，哎，您的理赔通知书下来了，太好了，谢谢谢谢。爸，我回来了。闺女回来了。希望我们的祖国越来越好，希望家人平平安安。国泰民安，五福临门。什么